好，谢谢大家了。台长来一次兵，来一次那个马六甲不容易，这次来看大家，也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。你们今天全部都看到了，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。我们做人一定要做正直的人，好好的学佛做人，把观世音菩萨的佛法传遍人间。也希望你们让更多的人念经拜佛，离苦得乐。台长再三跟大家讲，我们心灵法门对全世界所有的法门、所有的法师，我们都很尊敬。不管哪一个法门，只要能够救人，只要能够让大家信佛，只要让人能够摆脱痛苦、摆脱烦恼，我们就是学佛人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念经，以后台长有机会还会再过来，一定要好好努力。你们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法力无边，一定要相信我们伟大的佛教在全世界一定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再一次谢谢所有来参加法会的我们的法师、义工，还有我们的嘉宾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佛友们，感恩大家，好好的努力学佛，让我们摆脱人间的烦恼，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美好。我们一定要成为人间的菩萨，共攀四圣。谢谢大家。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，本次法会圆满结束，祝大家法喜充满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前往咨询处查询，感恩大家。